你给我编，我只会唱歌不会编故事。你在这儿讲了这么多动人的故事，让所有的人为你们感慨，为你们振奋，你跟我大谈梦想，错。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吗？你根本不是地铁歌手，你不是流浪歌手，你为什么要骗大家？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用梦想两个字来骗大家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啊。退出这个舞台。退出这个舞台也行，但是我想把今天准备的这首牧羊曲唱完，唱完再走也不迟。哎，有点意思。日出松山。